加加加加更。做我们这个行业，亲戚朋友都会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工作真舒服啊，到处旅游。我其实每次都想回一句，要不你来。当衍生导演呼哧带喘9:30赶到第一个小片拍摄地的时候，空镜组特种兵已经拍摄到了今天的第二个场景711便利店。青涩的少男少女，稍等一下，我换一个特写点的镜头。他从面包里面拍过去了，笑得开心一点，然后女生往左边来一点点，好多了，好，男生再往里推进一点啊。空镜组不是你想象的只拍摄风景，搞气氛他们也很在行。这个质感非常的好，就是我们在那个车拍那个考试的时候，陶老师就用他这个肚脐缓冲垫用的。接着再炫一组冰棍。是那个阿姆斯的格子毛啊，我问他。在比丘马了，是吧？这个是这个，这个动吗？这个动吗？不是，我问。2000 years later。我吃好几根了呢。你一般一个场景要拍多少个镜头啊？多少个镜头？嗯，多少个镜头很难讲嘛，但实际上用估计5-6个。你一般拍一个场景50个？差不多。结束了，走了。现在是11:31。已经出发前往第三个地方，算上车牌第四个吧。出发第四个场景，水上市场。船从哪里上？给花花打电话，然后跟场地方的人跟他在一起。哎呦，看看这个样子，再配上他后面那个卖帽子的摊位，真的像在印度。还有一个提议，我就不上船。嗯？是什么？怕翻船？考虑到你们的人身安全。我等的船还不来。行走行走行走，找船找船找船，取材取材取材。鬼畜材。嗯，爱去台，不晚要去看海，有 Mary 的女孩，晚上就要喝到嗨，有播音和不在，听到他们说的话，我统统的卖高斋。你刚才这个动作跟泰族舞蹈很像，这样。Yeah 之类的，他竟然要翻手，他手应该翻的，哎之类的之类的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乌里白露的粉丝们。上面还有。哇！好，这里还有。哇，他们都到了。当 U 主播，然后去拍旅行 vlog 是件非常痛苦的事。是吧？非常痛苦，哪都去了，哪都没玩，而且这个地方我短期内也不会再来一次。
出发第五个场景 ，Tutu Beach。怎么能对着口罩喝水呢？哇，好问题哦！这在车上也不接下来的原因是什么？喝水，保持神秘。因为所有人都可能喊摇一天，鱼竿摇一天。真的？嗯。哎，你说起来有一点点那个感觉，又是有一副眼镜，又是口罩，然后发型也很像。我提提裤子，你在拍我，我这裤子都掉了。哦，在描这些线吗？也太精致了吧！来吧，就是粉嫩粉嫩的，这是叫粉嫩粉嫩的，叫少女心。粉嫩粉嫩的小可爱，少女心，对吧？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哗哗的。好了，这就是空镜组的工作日常。因为要赶在正片前把所有的镜头拍完，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的旅行特种兵，许多地方去了又没完全去，体验了又没完全体验。每一次出发都是带着满满的拍摄成果和到访者的遗憾回来。不过工作当然不会只有辛苦，也会有很快乐的时候。这组是什么戏啊？哦，社团的那个场面，拍个主观镜头，模拟那个王鹤棣的视角。王鹤棣的视角，这么矮、啊，这可能要稍微举高一点，王鹤棣应该有点高。被伤害了，心碎。这工作艰不艰难？还是人身攻击的，现在技术都已经。哥，错了，重来。我人生从来没有这么被受欢迎过吧，哈哈哈哈，被女生簇拥，这主观镜头拍的脸红耳赤的，哈哈哈哈。三六三六，最后给各位观众老爷们送上这一季的精彩空镜集锦，不要盗用，尊重劳动哦。